哎呦，难道你就只会写开心、快乐、高兴？除了这些，你就不会写别的词语了吗？是吗，老师？要不然还可以写什么？Oh my god！ 没关系，陈老师来教你，赶快拿笔，赶快拿纸张，赶快坐下来。要写好结尾，有很多种方法。今天陈老师来教你其中一个方法。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帮助了一个人。是不是觉得这个句子很普通？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写，我终于尝到了助人为乐的道理。哦，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，我很开心，因为我考到100分，就是开心。听好来哦，这次我们可以这样子写，我居然考到了100分，我心里的喜悦简直是说不出口，无比的兴奋。同学们学会了吗？句子中没有出现快乐、高兴、